今天非常感谢哈，我们徐修齐先生，这个发挥大爱，捐赠100万给社会急难救助基金，让许多社会上弱势的团体，以及个人，在遭逢巨变的时候，可以这个有发挥及时雨的工作。啊，当然监护起具有公信力。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，现在的齐神齐爹，这个时阵会当发挥爱心，和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吼，啊，政府会当在第一时间，因为接到消息了后，就马上来行动。啊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咱的行动的来源，真侪拢是社会爱心的元素，有人管救护车，有人管消防车，嘛有人啊做。啊，真侪爱心的帮衬，啊，慈善是直接用啊现金的方式，这点是非常。